上课了。活动一，根据时间表填上时刻或电视节目。第一题，狮子舞锦标赛在上午9:30开始播放。第二题，上午9:15为民可观看卡通片年兽。第三题，电影好运来之前有两个新年特别节目。第四题，歌唱比赛唱将播放完毕后将有迎新春现场直播。第五题，晚上10:30之后没有农历新年特别节目。活动二，正确的换算在鼻子上画勾，错误的画圈。B 根据时间单位进行换算。第一题，2小时15分钟等于135分钟。第二题，4分钟7秒等于247秒。第三题，148分钟等于2小时28分钟。第四题，230秒等于3分钟50秒。活动三，看月历填一填。12月2日，星期一。12月15日，星期日。12月14日，星期六。12月11日，雪兰莪苏丹诞辰。12月22日，冬至。12月25日，圣诞节。写出2019年12月31日隔天的日期。2020年1月1日。活动四，算一算，然后找出侦探要开启的档案。T 15分钟加23分钟等于38分钟。Q 28秒加25秒等于53秒。二，4小时加8小时再加6小时等于18小时。S 3小时50分钟加9小时5分钟等于12小时55分钟。T 1分钟37秒加5分钟再加5分钟14秒等于11分钟51秒。我要开启的档案的答案有数目11、53和55，单位不拘，原来是 Q、S 和 T 档案。计算以下各题。第一题，2小时40分钟加3小时55分钟等于6小时35分钟，记得写上值是。第二题，14分钟38秒加26秒再加7分钟59秒等于23分钟3秒。C 找出算式的答案，填上正确的英文字母。2分钟19秒 Q， 1小时 P， 3分钟 R， 1小时2分钟 S。活动五，进行时间的减法。第一题，9小时减3小时等于6小时。第二题，42分钟减35分钟等于7分钟。第三题，58秒减27秒等于31秒。第四题，7小时35分钟减5小时19分钟等于2小时15分钟。第五题，16分钟50秒减11分钟41秒等于5分钟9秒。第六题，78秒减26秒再减9:08到9秒等于43秒。第七题，10个小时减2小时44分钟再减30分钟等于6小时46分钟。小朋友们，别忘记借位哦。我们下一堂课继续，我记得留守我们的。